我刚才那个手机那个啥，手机连着这个电脑的线，然后它弹了一个是不是要信任这个子电脑，所以才卡。不是不是网络的问题，是因为刚才插线，然后我给拔了。很绝望，算了，头很疼。本身就是新人的呀，刚才跟电脑直播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又重新让新人了一次，因为刚才要用这个手机来做摄像头，咱就试试啥，试试那个 AWCC。我刚才不是找到了吗？他这个你跟我说的 AWCC 是四个字，我以为是就是这四个字，结果应该是缩写。那他打开那个就有这个东西，不用再下载了呀。还要下载啥？对呀，我瞅这里面有两个 AWCC，一个是外星人的这个主页库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另外一个是，也是 AWCC 缩写，这复制到浏览器里干啥呀？是干什么呀？下载一个软件吗？这真不是这个的问题，为什么你们不信呢？我不是没弄过，已经折腾过很半天了。不是设置，真的不是设置的问题。你为什么星耀为什么要录播啊？可不可以不录播？我不是每次都喜欢用外星人笔记本吗？我只能用外星人笔记本直播，并不可以用，并没有别的电脑，剩下的电脑是苹果，那个没办法直播，只能用这个播。其实换个新电脑，可能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就是这电脑的问题，它虽然它配置是很高，但是它不怎么用，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子，你越不用它可能会越不好。它虽然没怎么用过，但是它也已经2年前的产品了。主要是会很丑，所以并不想录播。哎呀，好烦啊，这根带子！本来是要播一会儿，然后就去大哥那跟陪他过生日的。对，我买这电脑其实就是为了直播，结果它并没有直播，并没有直播成。它现在在显示下是什么 AWCC 正在下载程序包，但是我就这么告诉你们，就是下了这个什么 AWCC，它也没有用，它不是性能的问题。我怎么跟你们说呢？就别人买个3000块钱的笔记本，它直播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它不是性能的问题，也不是笔记本。它就是时间久了，有点老化了，我觉得，也不是我网的问题。就正常一个笔记本，你买个新的笔记本，你把东西都设置好了，然后网速也没有问题，它直播也不可能出现
出现这种这么卡顿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为什么我每次用电脑直播都会卡，那一定是这个电脑有问题，因为我用其他设备直播它都不会卡，所以说它还是这个电脑的问题。反正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我也本身也不是专门做主播的，需要把这个搞得特别 OK。可能随便买一个什么普通的笔记本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奶油，可以。那下次，我现在没有网线，主要是我现在没有网线。你叫我插根网线，我也没有网线，怎么插？下次我买根网线试试。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东西呀、啊。奶油，过来。啊，主播16岁，主播还没到17岁，主播明年过17岁生日。啊，疲惫。难过，嗯，我看看，啊，困了。不纠结它，反正这个电脑放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什么用，平常也带不出去，庞巨重。北林是什么呀？北京林业大学吗？咋抽啊？用手机抽。
小青是把别人帮你代买的吗？谢谢哦。哇哦，感谢你的支持。换个地方。灯关了吧，好亮。哎呦，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新的小狗。还没给你们介绍新的小狗吗？别动，别动。新的小狗。它是一只马尔济斯，可爱吧？又有新的小狗，豆豆，豆豆豆豆，现在有点凌乱，它现在有点凌乱，它的毛发有点凌乱。哎呀，这又太亮了，哎呀，好亮，好刺眼。这个叫奶兜，本来要叫它兜袋儿的。但是要跟他哥哥一个姓，所以叫奶兜了。怎么视频里面看着你那么大，他现在还很小，很小一只，超级可爱的兜袋儿。奶兜，奶兜，跟哥哥玩一下。大家看一下胖，不是你看一下胖宝宝现在有多胖啊，胖宝宝。胖宝宝也太胖了吧！现在，你看看，游游，游游，跟他们打招呼。游游，妈妈爱你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奶油，你是不是臭臭的？奶油宝宝，你看看他现在有多胖，胖宝宝，胖宝宝，笑一下，胖宝宝，胖宝宝，胖宝宝，打招呼，胖宝宝，他可爱吧？
真的好大呀，你不是一只小型犬吗？小体小体博美，我被骗了，这哪是小体博美呀，这明明是巨型博美。他又吃胖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胖，他现在吃胖了，他好胖，现在超重，你看看这一腰。哎呦，你怎么从那么小一只狗长成这个体型的？嗯，这里告诉你的妈妈，告诉妈妈为什么可以这么肥，肥猪。哎呦，抱都抱不动，走吧，你走吧，妈妈不要你。给你们看一下。没有，你看好看吗？没有，嗯，没有，好可爱呀！没有，真的好甜。豆豆，豆豆，豆豆，去，豆豆，你这么一看，它确实不是很大，它只是比我想象的大。来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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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豆，你长得好蠢哦！奶油，奶油，奶油，奶油宝宝，奶油宝宝，看奶油宝宝多漂亮！奶油，奶油，奶油，哎呀，来妈妈这儿吃吧。我不跟你玩了，妈妈要做直播了，再见。可爱吧？好大，还行吧。奶豆像个兔子，给你们看看耳朵有多大。来，奶豆，躺下。看你，那毛太乱了，豆豆，豆豆。我太喜欢小狗了，这个世界上不可以没有修哥。豆豆，你笑给他们，你怎么不笑呢？嗯，这个 C 哥是谁送我的？你们猜猜。念完，我那天在上海，在杭州的时候看到这个一套，哼，没有，豆豆，坐下，握手，嗯，好萌，真萌，乖乖。握手，嗯，太可爱了吧！好可爱呀、啊！豆豆，豆豆，坐，握手，嗯，好乖呀、啊！猜中没有礼物，他可萌了，你们看，掉眼角，长得是。豆豆。好可爱，它超软，不是，超级软萌，这是新的小狗，是的，我有新的小狗了，我开心。但是我最爱的还是奶油，没有人可以和油油相提并论。奶油是妈妈最爱的宝贝，大宝。你看它多可爱，坐牛羊，握手，手手。没吃的，手手，豆豆过去，豆豆，软宝不是给家里人了吗？然后给过去之后就不给我了，嗯，他们养出感情了，再加上
软软跟他跟奶油在一起，奶油主要骑他，主要就是因为那会儿软软来例假了，所以才送走的。奶油，你看这小狗长得，这也太好看了，多白呀、啊！奶油，不要欺负弟弟哦，奶油，坐，乖，坐，坐，手收，手收，奶油，手收，成为质子了。那这也是小公狗啊，还害怕他俩会打架。我妈其实不让我养，她说我太累了，还要照顾狗。我回来了，我买了新的镜子，因为我镜子碎了，又买了个镜子。这个镜子是我新买的，然后还买了个粉色的壳子，之前那面碎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跟我妈说的就是，虽然每天要擦狗狗很累，但是狗狗看到狗狗心情就很开心，就很高兴。这个镜子超级好用，但凡看到我用这个镜子的小姐姐都会问我在哪里买的。等一下啊。啥？什么？你又看到啥了？我的镜子在哪里买的？我的镜子在淘宝上买的呀。我那个镜子它特别好用。然后是为什么碎了呢？是因为，去出差去杭州那天，然后我拿了一个小的登机箱，因为只去一天嘛，也不需要带服装，我就拿了一个小的登机箱，然后那个登机箱里面放了一个很硬的那个洗漱包，它在里面。然后弄箱子的时候把它硌坏了，硌碎了。我现在准备再做最后的挣扎，用电脑再试一次。又软，想吐。这根线是连哪儿的？这根是连电脑的，这根是充电的。然后还不行，我准备出发。